们很快来看一下巴勒斯坦人主要现在居住地点，在我们刚刚所说的约旦河西岸破破碎碎那些地方，总共有将近319万人，他们面临的是随时可能他的家园被驱离占领，然后称之为叫被屯垦。再来就是加萨走廊非常狭长，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聚了222万人？因为这个是他们唯一可以完整的土地，他们有自己的政权。而约旦河西岸主要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领导的地方，在整个所有全世界的巴勒斯坦人有1131万人左右，其中难民高达将近590万，也就将近是55%左右。而加萨呢，在以色列一建国的时刻就出现了难民营。1948年阿拉伯与以色列战争之后，包括1967年入战争以后，为了逃离战争，当地就设了难民营，主要是联合国跟人道组织，总共有8个。这8个难民营住了170万的巴勒斯坦难民，其中都是在加萨走廊这里，有28.6万名的学生，有183所学校。有20间的医疗院所、医院等等，这些通路大概都是人道组织跟联合国所设立的。而这些联合国所设立的人道组织等等，在过去2007年，当加萨走廊的居民选出哈马斯的时刻，他们好几次都遭受到以色列的攻击。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这一次10月7号哈马斯去杀害以色列的这种残暴事件。而2007年哈马斯掌权之后，以色列就开始封锁加萨走廊的海陆空对外的通道。所以封锁不是因为10月7号哈马斯在以色列音乐季残暴的措施之后产生的，它是2007当这个政权对他不利，这个政权是最激进的组织，一产生的时刻，以色列就开始对加萨走廊的海陆空对外通道全部都封锁。而其中最大的难民营是扎巴拉，在这个地方呢，它是在加萨的北部，它和大多数的难民营一样，81.5%的居民都生活在我们联合国所定义的人可以生活的贫穷线以下，失业率更不要谈了，高达46.6%。10月7号，哈马斯攻击以色列音乐节，那一天是以色列哭泣的一天，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。然后呢，第二天，10月8号，扎巴拉这个难民营，它跟哈马斯有关吗？一点关系也没有，它被以军轰炸，夷为平地。我们进一段广告。